你敢有看到港票伊红色相片，是我替马团给你的，你还记得替伊找人哦？有，当然我收到。歹势啦，信强，可能恁永远无法度找到相片内底的人啊。副总，你是不是甲伊动？你是问我这是不是有伊被做的位置？你啥拢袂讲，我是要怎相信你？无条件信任你，冒一个底线，一杯水。我安顺用三年的时间，将十亿来还我了。你若想要感谢我跟你斗三家，就看你的表现。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啊！啊，这陈小春哦，到底是啥物款的查某哈？冠杰哪会这样介意啊？敢讲你无希望，阮今年还佮恁冠杰有好结果？我一定会让冠杰知影讲，谁才是上适合伊的好看酒。周胜强，这位是阮东京上野集团的副社长阿奥基纳米。我是信华集团周胜强。我直接讲重点，我今邀请恁来是想要加了解，阿未决定要跟你合作。阿你甲胜发当初对我讲了安怎？伊人呢？我来甲伊拍只球。我无要跟你合作啦。台湾公司这么多，咱嘛不一定要用因啊。胜发集团的台湾名声真好啊，因的客户我也看过，写得足完整。等我等你饭店，我再看计划书，有多位数我加强，你要跟沙头上，另外有时间给你。